10月17日，宋威龙姐姐分享了金鹰节开幕式当天姐弟的合影。照片中姐弟俩身高腿长，高颜值，赏心悦目，网友纷纷赞道基因也太强大了。在早前，宋威龙就有在节目中就公开了一张自己的全家福，除了爸爸妈妈，还有两个姐姐也出镜了。宋威龙本来就很帅气，姐姐的颜值自然也不低，果然帅气的外表都来自于好基因，一家子都是帅哥美女，令网友们妥妥的羡慕啦。